上韩国瑜的国政说明会，晚上8点在中视将会为您全程转播。袁之啊，为什么会开这个国政说明会？对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选战到最后阶段，还是要让人家了解到总统候选人到底能不能治国，他的愿景是什么。所以明天晚上8点非常盛大，我们从8点一直到9点半，我们有请到比如说像张善政、李四庄，还有包括非常多部分区立委，还有各界的哈，我们国民党的精英，就一起召开一个国政说明会，里面会针对能源啊、经济呀、啊，还有韩国瑜这一段时间选举过程当中到各地去倾听学习之旅，他的一些心路历程，都会在明天跟大家做一个完整报告。那同时我们国政说明会也会采取比较现代感、科技感，比较能够结合时代脉络，让大家知道说台湾未来的前途，我们台湾未来经济产业可以朝向哪个方向发展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错过明天非常精彩的国政说明会。